首先就是恭喜蒋欣老师啊，奔腾年代作为一部聚焦在火车题材上的这个电视剧也是取得了高评分高点赞。金灿烂她是一个就是非常刚毅的女子，您觉得您和她之间就是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吗？刚强这一点可能比较相似吧，我也是属于内心比较强大的那种人。有什么事儿是金灿烂会做但您不会做？有什么事儿是您会做但金灿烂不会做？好像我会做的事情金灿烂都能做，但是金灿烂有很多事情我做不了，比如说能打这种我可能不行。对，几个标签您猜一下，在这三个当中哪个是您粉丝给您写的？第一个呢是火眼金睛，第二个是又 A 又飒，第三个是人间美食家。人间美食家其实这三个都是您粉丝给您写的啊，但是这个人间美食家啊真的是有凭证的，就是我还特意打了几张照片，都是关于这人间美食家的。就是您平常会很注重关于美食的享受吗？我对美食的要求还蛮高的，特别高。对，谢谢蒋欣老师，谢谢，辛苦了。